中背灯是家己做的月球灯，看起来是相当的满意。这天七个窟窿会迎迎着中秋佳节将要来到，特别邀请老师古板月球灯手作课程，对着亲手做出属于家己的作品，中背感觉到满满的成就感。心态啦，喜欢的，独一无二的。长辈会觉得说，老师，我在试的时候很辛苦呢，为什么试的眼睛会看不到？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因为他训练你的眼力跟你的手力去组合能力，你会比较 不容易老化，都做得很开心。只是刚开始看说，老师啊，这我不要这边啊，我说没，就是搭配起来东西就会漂亮。这个课程除了让长辈做出属于自己的月球灯以外，还透过制作的过程让长辈动手动脑，并且跟大家互相交流，让生活更加丰富精彩。训练老人家他们的手的能力跟那个脑力去搭配他的图形，做完之后就会跟这个一样，打开之后它就是亮度了，就是月亮球。那月亮球可以放在晚上的时候，老人家他们起来的时候可以放在旁边当小夜灯，对，那就很漂亮。长辈利用自己喜欢的图案装饰创作，完成了会当作小夜灯非常的实用，让会这么用心安排客厅，让大家能走出户外还是新的事物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享受快乐的生活。咱天是木兰山七个区彩虹报道。